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种被号称为绳结之王的一种单套成人结的打法。首先，我们在绳子上向下折一个绳圈，然后再将绳头从下往上穿过这个绳圈。大家看啊，然后再绕主绳一周，返回这个绳圈，这样收紧即可。大家看，收紧之后，这个绳结非常的牢固，而且它的受力点始终在这个位置，所以说它不会锁死，成为一种死结，一结一解啊。比如说我们在吊重物的时候，解开也非常的方便，只需要这样拨弄一下就可以轻松的解开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喜欢的朋友呢，记得关注一下，以免在下回需要使用的时候又找不到了啊。